主子长大成人，仍宜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义，让我子孙后代再不受此屈辱。如果不打，就会亡国灭种。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你们的父亲都是伟大的军人。今天这场战争我已经打了整整45天。什么时候开始抗日？民国26年。但要是从918算起，打了10年。是光绪21年。那一年，清廷把台湾割让，那老夫在台湾参加了抗日军。那一年，中国人铃声抗日，于死时死。他们这是想灭种。不亡不灭种，唯有抗战到底。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冲！射吧！一起休息！ Open up! Open up! 来来来！来来来！ No! No! 아세코리엔동아시청한다고해라내라So pleased to see you good heaven. Handle by the soldiers that don't exist currently. If you prefer to carry out another still this time. What's that? Better hurry if you still want to show the world.